量子点的技术制作出来，然后说你把它称为学术论文的 display。那个量子点的量是那个量，重量的量，重量的量，宽坑道。每一个颜色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都可以非常深、非常艳，那是因为它提供的光源跟别人不一样，它提供的光源不一样，这是